有 Hello， 欢迎来到自告收藏，我是橘子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一拳超人 Espresso 战力的龙卷，本次的预购价为台币360元，也是为数不多的一拳超人精品。当初官图也拍得非常唯美，所以在拿到实体之后，多少还是觉得有些落差。整体的高度约为23公分，单脚站立的样子表现出了漂浮在空中的姿态。而在面向方面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还原度如何呢？我是觉得在表情上少了一点傲娇的感觉，不过丝丝分明的发型还是很还原出动画中的样貌，加上贴身的黑色长裙，也是毫不保留地展现出龙卷精巧的胸型，并配合着紫色的高光渐层效果，还有性感的大腿，都让这件作品血脉喷张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裙摆因为长期在盒内受到挤压，所以无法展现出官图那四散飘逸的感觉，加上分件的接缝也是有些明显。最后大家最在意的胖子这次并没有做出来，真的非常可惜。之后这系列也即将推出性感的吹雪，大家也不妨期待一下。那今天我们龙卷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最后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哟。那我们下次见。